比较好。哇，十倍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好，而且就是现在想说要开始脱离舒适圈嘛，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会比较不受限，就比如说像我今年是要往朝戏剧这边开始去整合，然后也开始上了戏剧课。是怎么会想去往戏剧这一块？因为其实这个领域其实一直都有想过，因为之前就很局限的啦，对，所以就是变成没有办法跳出那个框架，然后现在就变成，反正我现在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，所以我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，然后经纪人也是刚好他也想要帮我把。是的，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年就开始有一些规划。你在角色上的设定有什么样的设定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设定。对啊，就是很设限。对，没有设限。没错。我反而会很想，对啊，我反而会很想要演那种跟我的个性很不一样的那种。就打反派啊，然后或者是那种然后丑的坏女人，坏女人喜剧也可以，喜剧也可以啊。对，就是没有任何局限。其实刚刚有人问了，他怎我刚刚才知道我此时此刻新闻出两三天了，你这样闹好的，有是个新闻啊，有啊，因为是他都讲完李宗慧就讲说我很虚啊，这件跟我在现场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你没有看新闻就了解师妹的。我最近都没有看，我最近都很少用手机，因为我上礼拜也要上课，所以我都几乎都没有用手机。你知道我一月从跨完年啊，我一直到前几天才第一次发文，我已经半个月没发文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少用手机了。然后我刚听到新闻，我其实是确定的嘛，新闻是这样写的，是哦，因为我也。一段时间没有跟他们联络，因为最近自己太忙，然后之前前一阵子一直出国，都不在台湾，对，所以刚好最近都没有跟女孩们碰面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刚听到，哦 ，shock， 我也有点 shock。所以离开之后跟乐天人士都没有去接触。会还是会联络啦，只是就是比较少见面出去，因为大家都超忙。之前是大家忙球赛，然后忙完之后最近又尾牙季，所以我看大家都非常的忙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网络上，就是可能现实动态啊，或是什么发文什么，还是会回复这样，就是比较少出来。兰兰我也很久没联络，他也很忙。兰兰忙翻啦，他忙翻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，在那边，我宁愿房间聊天闲来睡觉。我是他的话，我是他，我可以他想要多睡一点吧。对啊，我也大概接了多场，最近，其实我没算，但是因为最近刚回南京，所以就是目前五场。有，主持，然后出演，表演。就是，因为我现在也没有，对，就是不像之前是会受邀去跳舞表演，就是还是女孩子。会有人邀你，就是像什么我有在跟我经纪人吵说，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粉丝，我之前因为拍了一个广告的，游戏广告的代言。然后因为那首的主题曲也是我自己唱，然后就粉丝一直敲完说你什么时候发单曲，说他发单曲这样，然后我就，应该还行啦，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阿玲这样，然后根本就没办法，对，会啊，对，但可以啊，就是唱歌也蛮想挑战看看，对。我觉得就祝福其实我觉得没有不好啊，就像我就是你看大家离开了一个新的领域，就会想不可能大家永远都想要只待在一个地方吧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件事情已经确定了的话，那就是祝福啊，说不定它还有更多不一样的发展，对啊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其实那时候我离开之后有，有其他球队在问，
对，之所以没有答应，之所以没有答应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想休息，因为我跳很久了嘛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都，我每一个都没有答应，就是因为我想说，我想先休息，然后调整自己这样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经过一年之后，未来怎么样，我也没有办法保证。但是我现在很想做的事情是，我想要先以拉拉队以外的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样的可能啊。对，就是我已经很适应自己离开舒适圈了之后，我现在反而就是很想要接受很多挑战的。对，所以今年的比重会怎么样去分配？今年的比重吗？应该就是一半一半平衡，就是主持的部分还是会继续走，然后因为我现在也是一边在往戏剧这边发展嘛，然后上课啊、表演课什么的，就是两边都同时进行，对，两边都平衡这样。就是经纪人现在规划是这样，会兼顾感情。看到真友吗？怎么每个人都在这个位置要真友？三个要真友，三个也要真友，下一个也要真友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还跟我朋友说，因为我有一个高雄的很好的闺蜜，然后她一月底要上来，然后她一直说，你要带我去哪里玩？然后我跟她说，不然我们去金山，我带你去拜那个很有名的财神，旁边还有月老哦，然后就可以一起拜，觉得怎么样？她打笑我，所以你为什么找不到？我不知道还是没有人来找我。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种你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的迷思，然后就真的没有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已经有爱我，那就不用有人死会啦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的担心，那之后就放弃单身，一直很单身，条件条件。很久也没有到很久，就是从上一次到一年多吧。对年轻人来讲，对啊，好像是，算蛮久。对啊，现在应该都有空间。对，还是十。那这样子行情很好哎。可是我不是年轻人。哦，对啦，我也希望我可以，没有啦，我先有个对象再说。条件有改变吗？条件，其实我后来发现，就是人品很重要。人品真的很重要，是有说过很多话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就是应该是说这个人善不善良很重要。就算最后我们这段感情没有办法走到最终点，我们结束了，也不会去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。就是大家好聚好散，然后跟。因为我最近刚好身边朋友也有人分手，然后也是就是男生你在外面放话，就是把女生讲成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？对啊，就是你在这种时候，你就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，为什么你要因为结束了这段关系，你就要把对方搞砸、毁掉这样？我觉得没有必要啊。对，然后就是跟朋友这样聊下来，就觉得。看男生就是人品很重要。但是你自己没有遇到的什么自律有喂，是你的浪费没有消息？没有，完全没跟过啊。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各种的人生。那你不知道我会熬过不太会，我还说没有吧，没关系，我不吃回头草，下一个更多，下一个会更多。大概一个月通告量多。最近因为我最近比较少上节目，是因为我像前面两个月都在出国，就是我都刚好出国工作，就一直接着紧接着的那一种，所以我这两个月就是电视通告我就没有这么常见，因为时间都搭不上。然后上个月刚好有去录完很大这样子，就是去宿雾，然后现在刚好在播出，对，然后接下来有我已经被经纪人讲，他说接下来通告。接起来哦，因为我那时候都会说，我不行，我怎么干嘛干嘛干嘛这样。他已经有些预告我说，年后就是不要再一直说你要去到处去哪里了。现在你自己示好吗？示好，就是想要追啊。你说异性吗？同性也可以的，无所谓啊。现在多远怎么样？
没有，因为我最近就是没有认识新的男生啊。嗯，对，然后因为旧的也可以啊。可是旧的就是差不多我妈啦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不爱这种朋友面什么人的类型。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是一个，我好像有一点半一见钟情的那种。我一开始对他没有好感的话，我好像后面就插不太什么话。对，已经定义是朋友了，不会再下一步。对，我就把它分类在诶朋友这样，然后一旦归类在那里，就是朋友。对啊。过年的孝亲费。过年孝亲费，因为都已经两个人，孝亲费刚刚应该也十倍吧，孝亲费不会少。那我蛮想今年带我家人出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带家人出去，对，所以这个应该算吧。是算了，这个比包红包贵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所以我今年的计划是我想带我家人出去。今年吗？我的目标是我今年要买房。对，看双北。应该是以新北为主。哦，台北市真的是。新北哎，台北蛮贵的。新北可以买，台北买五。哎，你知道我可能买个深坑之类的。我买到那个就边一点。对对对，就边边一点。但是我真的是蛮希望可以在今年完成。没有，去年赚很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想法变那么大。这件事情是我其实已经讲了，到去年两年了。我其实从两年前就跟我爸一直在看，然后我们还看到那个桃园去，结果就是因为我一直不敢做这件事情，而导致于那个房价就是已经看不到车尾灯了。对，那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有在做一个那个房子的房市的网络解说，然后就这样子跟着录一年下来之后，我发现房价真的不会跌啦，真的不会。对，所以我如果再继续这样看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买不起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在今年可以完成这件事，但我也没有一定要买新的。我现在房子看上比较中古的，因为坪数比较大呀，现在的那个就是比较中古，跟家人一起。跟家人一起住。目前家人是租，目前是租，但是我后来搬了一个很新的房子，但是因为跟家人住，所以空间很小，就是整个家被我堆的有点可怕，对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换一个舒适一点的房子，大一点。爸爸在台北跟爸爸，妈妈在高雄。我从我还在学生的时候，年老会员、年主席，就是刚好十年，十年整。第一代，真的也第一代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回绝了，是因为我想要休息跟找更多的东西，不然一直待在舒适圈就会越来越软烂。好哟，感谢大家。